嘉义市立委选前六个人抢一席，拉力选情激烈。嘉义市传统的选情之夜造势，十二号暗时将要伫喷水医院登场。嘉义市选委会公布东港中山路分南北两边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张秀华伫南边，民进党立委候选人王美惠伫北边。拉力现场比人气，必定是一场大车拼。第十一届区议员的卫生局将要伫咧一月十三号举办，嘉义市传统的选前之夜，依照着往例，将会伫咧十二号下晡的六点到阴暗十点，伫咧喷水医院来举行。当天，中山路的记者南北两边，民生北路含五凤北路是车队的出入口。嘉义市选举委员会嘛公布，经由各候选人协调决定。南边是国民党的张秀华，无党籍的简明莲，阁有小明参政欧巴桑联名的陈月晶，另外阁有民进党。伫咧北边，则是民进党的王美惠，福康联名的蔡松义，另外一位参选人林志勋，则是无要参加。伫咧活动现场禁止放炮啊、电子炮啊机，嘛禁止飞空拍机，阁有高空气球、镭射光束的手捏火，含其他伫咧现场认定的危险物品，拢禁止扎入使用。每一位候选人会当有五台宣传车进场，上大台十五吨以内只限制一台。嘉义市选委会表示，这届选举总共198个投开票所，其中东区有93个，西区有105个。目前初步统计，总统选举有217549名选举人，立委只是有215871名的选举人。最新新闻，杜定顺、王小璇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